进入长征大道。车多，为什么这么多车？这个路还不早早的修好？很多大车走啊，其实。这是林贝镇加油站，这已经就是林贝镇啦。是。要不要问一下人？不用问，不用问，这里就是。这就是大河西了，这里就大河西是，可是这只有三间房子，三四间房子，那个不止，这里是不是大多数是姓李的，是不是？这里都是姓李的，都是姓李的。所以祠堂在哪里？你这不姓李姓黄都有。祠堂在哪里？有哪一个祠堂？是姓李的。李氏李氏的李氏的宗祠。李氏的宗祠在可能在街上吧。街上是吧？是，在街上。好。好哎，李氏这宗祠这干哪里啊？李氏宗祠，偏下来向你一个。是，有名字吗？有，师承堂。他应该要那个了，我就看着在。所以科学是已经歪掉了嘛，哈、哦。是，已经要垮了。嗯。已经差不多要垮了。是啊。这是大河西的小街上。是啊。好像是里头有三个祠堂。哦。三。有姓李的吗？是姓李的，三个都姓李的，嗯，三个都姓李的。对对。OK， 远不远？就这里上来不记得了，真就是。好，好，谢谢。